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。今天我要做的是回锅豆干。准备的材料有豆干、高丽菜、蒜头、辣椒，还有辣豆瓣酱。豆干45度的切，高丽菜剥小片。锅里放油，把豆干先放进来煎。豆干煎到有一点点焦焦的，把辣豆瓣酱放进来，蒜头还有辣椒放进来，稍微炒一下，加一些糖。把高丽菜放进来。加一点点水，稍微盖上锅盖焖一下，加一点盐巴，拌炒均匀就可以起锅了。这样就可以轻松上菜咯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简单做菜，轻松开饭，健康无负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